謝偉俊議員。主席，當年維景酒店咧被封閉嘅日子咧，我諗市民仲係印象中係歷歷在目嘅。咁我就唔知道究竟呢個印象咧，相比我哋而家呢個佔中咧，邊個更加係令到市民係擔心啦？但係而家香港正處呢個佔中嘅一個有史以嚟最大一次嘅政治嘅危機之中。如果再加埋有伊波拉嘅傳入咧，恐怕係雪上加霜啦。香港可能真係極承受唔到呢個壓力。紐約咁先進嘅城市咧，亦都失守咗啦。咁啊，以前受影響嘅地方都越嚟越多。咁如果我哋亦都唔係可以淨係話睇由非洲嚟嘅旅客，甚至可能越嚟越多世界各地嘅旅客嚟香港都要做。咁呢一方面咧，我想問一問局長，就係話究竟我哋有冇真係確切評估過係咪有究竟呢個可能性，定還是要時間上唔係 if 嘅問題，而係幾時嘅問題會有伊波拉傳入香港？局長。主席，我哋一向嘅評估，正如我頭先指出咧，就係話，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咁如有任何人，包括係呢啲受影響國家嘅人士，或者係其他地區嘅人士，喺21日嘅嗰個潛伏期裏面曾經去訪問過呢啲受影響嘅西非國家，然後及後咧嚟香港咧。呢、这個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不過呢，最重要的我們認為始終都是香港有一個比較嚴密的監察系統。我們做的所有措施呢，主要是針對呢在入境的地方呢，是盡量盡早地辨識一些有可能是受到感染的人士，然後將他呢送去我們的傳染病中心那裡接受隔離治療。而因為我們在香港咧掌握了呢一個伊波拉病毒的一個測試咧，係屬於一個快速測試，非常有效，係可以在3小時裏面咧係確診或者係排除呢一個病。咁所以咧，當我哋有任何疑似嘅病例，到目前為止，主席我可以講咧，我哋係有兩個正式嘅伊波拉嘅疑似病例咧，係受過正式咧係喺香港發生通報過。而我哋暫時咧係個檢測咧都係陰性嘅，咁當然啦，另外一方面咧，若果萬一真係有確診嘅伊波拉病例喺香港嘅醫療機構咧，我哋亦都有信心咧，我哋有個足夠嘅隔離措施，同埋我哋嘅專業嘅人員咧係受過呢啲培訓咧，我哋都會喺最近嚟講咧加強呢啲培訓，令到咧我哋係能夠有效隔離呢啲嘅病者，同埋對佢哋係提供咧。適切的治療，令到這個病呢不至於在香港的社區裡面再大規模傳播。